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lker， 今天是社群日啦。社群日要怎么做呢？如果你没有糖果，那就跟着我这么做哦。来，我们马上看电脑的步骤这里哦。我给大家准备了大安公园的 GPX 档跟新加坡植物园的 GPX 档，那你可以任选。那有人说，专家说新加坡的植物园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就先用植物园吧。你只要这么做，拉进去，然后按确认，你就可以在植物园里面走来走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再连接手环，那你班吉拉的糖果就不会缺咯，而且还会抓到色尾的班吉拉，那 IB100 就不保证啦。所以这是农糖果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没有糖果也没有 IB100 的班吉拉，你可以在这一场先农糖果，然后下一场抓 IV100， 或者这一场抓 IV100， 下一场农糖果都可以哦。那我计划是农糖果，因为我这个账号里面那个 IV100 的库存还有一些些，所以我就要农糖果啦。在这里。好，那大家有问题在留言里面讨论就好了哦。那大安公园的也可以用哦，大家就是这样拉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希望大家社群日都很开心哦，谢谢大家。